好的，大家好，我是小峰。那今天呢依旧是 King 使皮卡丘的冒险之旅。好，上期呢我们总算是在食人族当中呢大杀四方，几乎已经把食人族灭掉了。那这一期的话，我们就继续南下，看一下南边这里准备去雾都蒙格勒到底有一些什么奇妙的探索啊。好了，那这里不多说，我家的二五仔弓箭手怎么又被射了？我先回去看一下。家里呢每天来来回回都有各式各样的什么土匪帮啊奴隶帮在这里进攻，杀之土匪帮他们又是跟咸鱼一样游来游去呢。大家开射100多，射完之后这个腹部受伤之后呢，他们会迅速跑上地面想要去治疗，但是看到没有，左臂血量负二，完全全部死在这里。好了，应该问题不大，家里应该没有什么太多的问题。好吧，现在是早上的6:50。上期呢我们来到伯恩之塔这个位置，我记得之前有一个叫做伯恩的机器人，哎，他人呢然后他就消失了。我去，好吧，也不知道伯恩在哪里。这里本来是有一个叫做伯恩的机器人的，上一次被我打残废之后呢，给他治疗了一下，但是他现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本来还想去把他招募一下，毕竟他也是个古人。好了，反正这个游戏当中古人是比较多的，我们就继续南下。这边区域都来了，就从这个地方呢直接前往蒙格勒。据说这里是非常的可怕，雾都有非常多吃人的雾人，也是非常难打。所以这一次为什么探险当中呢带了大量的古人，一个是为了应对这些食人族，另外就是应对雾人，因为雾人也是没法吃机器的，如果带普通的人类，比如说卡比兽、康将军、瑞将军的话，很可能会被吃掉。好了，我们就加速跑吧，过去看看啊。天色一变，我去，等一下，所有人在这里集合一下。明显可以看到刚刚这个地方的沼泽天气呢一变，瞬间变成一股大雾弥漫的感觉。那现在我们就要正式顺着这个峡谷呢正式进入雾都蒙格勒。我不知道会有啥，哇，怎么是这样的感觉，果然是大雾。哇，看起来风景还不错，有大量的山谷，面前有一个，哎，哦，据说雾都是夜晚可怕是吧？我们现在是早上的10点，也就是说，应该不会有大量的雾人之类的东西吧？我们看一看，哇，看起来还不错啊，这里风景秀丽啊，非常的祥和，没有看到有什么传说当中的雾人啊。哇的呢？这边是啥？哇，服从！我这地方以前产高达吗？为什么全是机械手臂啊？我去，这土地是固体金属，好滑呀！哇，萨德尼尔的话好多。好，继续走。哇去，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些机械骨骼，地面上还有好多古人的尸体。哇，这是个机器人在这里，哇，好帅气啊！外围有大量的大雾，白天看起来还是非常非常安静祥和的，倒不是很恐怖，也不知道晚上会是什么样。我们先白天先把蒙格勒找出来，看一下蒙格勒到底在哪里。哇，这里是通过机械人做了一片区域吗？哇，我为什么感觉背后发凉啊？这个地方。我没有看到雾人，没有看到雾人，其实也还好。走，哎，看有个人，什么东西？雾人王子，小心一些，我们都是机器人，他应该不会。追随众雾人，追随领袖当中。雾人看起来像一个青筋暴起的哇，什么声音？雾人王子，我们把这个雾人王子截了行不行？砍他！哇，雾人王子被我几刀手脚全断，因为他是蜂巢人的丧尸版蜂巢人的感觉。塞拉斯，来，这样吧，塞拉斯，你把这个雾人王子。抢劫，他是雾人王子的头颅，
乌龙王子被砍下头颅，这个胜利值一大笔奖金。哦，我可以把他头摘掉，来抢劫。哦，乌龙王子的头是可以拿赏金的，我去。哎，可以，走，好，蒙哥勒，前进。也就是说，外围这些物人呢，只要把他打掉之后呢，就会有大量的赏金。哎，没有那么恐怖啊。白天其实还好，等到晚上我决定出去作死看一看，刚才那个物人那个区域到底有啥。我们先看一下，因为蒙哥勒属于一个人类，最后的人类在大雾当中建了一个城池，用来抵抗物人。因为物人也属于那个蜂巢族的食人族。好，抵达蒙哥勒，看起来是一个两山之间的一个城市。好的，过来。Hello， 其实也还好这个区，只不过外围老是有一些物人在跑来跑去，除了物人在啥都没有哎。Hello， 我进来啦。这是谁？守卫在干嘛？守卫在射这些，在狩猎这些物人。乌人王子，哎，把这个乌人王子摘了，来，把乌人王子砍死。好，然后塞拉斯，抢劫，头拿走。哈哈，别射到我大哥。哎呦，我被射了一箭。大家那个补一下，然后，等等，来，你们所有人站在这里，然后皮卡丘。过来，这里是忍者警卫对话，看一下。Hello， 新来小伙，完好无损进城，肯定比你看起来样子要难吧？这附近能给我讲讲附近什么地方的事吗？人们通常不会来到这里。如果你足够幸运，成功来到蒙哥勒，那你就被困在蒙哥勒了。往好的方面想呢，在这个镇子里，没有人会找到你的。如果你躲着什么人的话，事情是这样哦，就说蒙哥勒是一个。逃犯和比如说各地各样的被人通缉悬赏的人会来到蒙哥勒，因为这个地方没有人会能找到这里。在这附近你基本上看到都是逃犯以及以前奴隶的家伙。我才没有躲在什么东西呢，我才不在乎你是谁或者你躲着谁，放轻松，我更严重问题要解决。那么存活建议能给我听听吗？如果你要留在这儿保持低调，如果你要出去的话，好吧，你应该避开死亡围场，那片迷雾总是吞噬掉旅行者，咱们可以这么说吧。如果你要去北边的红番地的话也是一样，如果你要走出迷雾的话就是如此，往红番地的人都没有回来过。哎，我刚从那边过来。在死亡围场那些人怎么了？没有人真正知晓，有人认为这跟恶灵有关系，也有人认为是迷雾的诅咒，人们会迷失自我，失去理智，然后饿死在里面。这儿的人就是尚未失去理智的人，他们不会提及那片雾。多谢警告，我会留心的。好的，谢谢啊。这里的人看起来还是比较平和的。欢迎来到蒙哥勒，被放逐者的岛屿。我们刚刚也是拿了两个头，他们又出去打雾人了。这里每天都有雾人来进攻，哎，上方有弩炮，大家可以在这，他们可以使用弩炮来进行远程攻击蒙哥勒。这个就属于高等级的城墙，看到没有？特别高，而且上方这个弩炮可以放鱼叉堡垒。好的，来到蒙哥勒这边有酒吧，有武器商店，有背包店，有材料店，还有可以休息的地方。哇去，果然是一个非常好的庇护场所啊，我喜欢。这样，这个地方好像是警局吧？我过来看看，这是盗贼忍者之塔，对话。所以你想加入忍者，那些守卫想要打呀，但他们糊弄不了任何人，他们什么都是几枚开币解决了。我想加入忍者盗贼，你可以加入但要付钱，这就完了？不用完成任务吗？或者证明我自己之类的吗？一万开币就可以吗？不是社会俱乐部，只要一次性加盟费10000开币。所以到底怎么样？有点多啊。哎，不就是一万块钱吗？给你。好的，这样握手欢迎兄弟来到忍者盗贼，付了10000开币。有了这个钱之后呢，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小队方面，也就是说派别这里，忍者小偷已经变成了98，非常的高。在小偷这里呢，可以无限的对自己进行整形，包括可以去练潜行、去暗杀等等。也就这样。好了，我们再看看这个城镇当中还有一些啥。现在已经是下午的6点多了，我去。这个城镇蒙哥勒据说有这个游戏当中最好的那个，这个是机械臂商人。这个古人呢有大量的机械臂。嗨，顾客，对话。我看一下啊，对话。这地方是哪儿？古人修复损伤的地方。有什么要卖的吗？这边就有大量的什么各式各样的左臂、右臂等等可以进行弄。这样，但是有个问题，我们现在所有人现在是包不够的，对吧？我看看家里这个地方，我应该是有背包商店的，先去买点小偷背包。
好，继续走。哔噗，什么鬼东西？有人在追我。嗯 ，Hello， 你要干嘛？这有一个萌萌哒的人，叫做哔噗。哔噗，你好，哔噗。点点点，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哎，你刚刚只是无缘无意说了句哔噗，所以我想或许是在自我介绍。那你一定是天才吧？对，我是天才。我能加入你吗？我想变强，想成为一名剑士。你看着不是很强呀，甚至连一件武器都没有。你有什么技能吗？我啥都没有。他们把我从蜂巢族流放出来，就因为你一直说逼扑吗？我有缺陷，对蜂巢族没什么好处。但逼扑不会放弃，逼扑可强了。自从我离开了蜂巢族，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想法发生了改变，我的思考方式也是，我觉得很自由，有了以前从未有过的想法。我要自由，但是无论我去哪，大家都试图杀掉或者追捕我。嗯，这么惨吗？逼扑对逃跑感到厌倦了，是时候追捕我的家伙做出反击了。哎，又一个弱小的无名之辈，你要多少钱？钱？我不懂的。哎，不要钱吗？免费，欢迎入队。哎，这个逼扑好萌啊！看看逼扑他的状态。啊，这个也太白板了吧，比我们的初始主角都要白板，这么弱吗？库存啥都没有，来逼迫给你给件衣服吧，你也太惨了。把之前的流浪者皮夹克给他吧，给他穿上。好，给你穿件 皮夹克，你慢慢先跟我们跑着。好的，然后我们就继续来看，买些小偷背包。这个游戏当中小偷背包是不降任何属性的，就是不要钱。然后所有人轻浮给他买一个小偷背包。然后萨德尼尔小背包啊，等一下，萨德尼尔，你先把东西拿出来，我们要大背包啊，小背包太小了。OK， 把这个卖掉，然后萨德尼尔小背包，大背包凯亚之王，小偷背包，然后凯亚王之王之奴一人一个。之前说过，蒙格勒有这个游戏当中最好的机械臂，一个是黑色沙漠城堡，之前已经去过了，另外一个就是蒙格勒，这两个地方半斤八两都不错。所以天黑状态已经晚上十点了，来皮卡丘，保存一下，然后潜行模式开启。我看这个商店老板是一个古人族医生，他是个医生，属性一般，这个就不要他了。然后看看开锁，好，毕竟我现在潜行技能都已经90以上了，这个地方随便拿，我这都撬不开吗？看看有没有什么机械臂。哎，这个锁这么难撬吗？真的假的？哦吼吼吼吼吼，好的，偷窃几率131都比较高，但是还会容易被他发现，所以我还是决定把他干掉。叮 ，OK， 然后我看看扒一下，抢劫。他有啥？他身上的东西倒是一般。来，轻浮进来，都是专家级的机械臂。哇哇哇，杰作机械臂。好的，萨德尼尔，看看还有没有什么可以拿的。哇，小板娘，杰作的古人左臂。来来来，装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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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作，专家。好，还有哪里？这个床的话是需要花费300开币，这么多钱吗？这不要。哦，还有，来那个凯亚之王进来。好吧，这样他家基本上都让我已经偷光了。好，走吧。那个这个地方就已经全部搞定。蒙格勒传说当中的非常非常好用的一些机械腿呢，就已经拿到了。然后我们再去别的地方再看看，我看看有什么东西。他这里，哇，他竟然卖，我，老板，请，好的，他身上啥都没有，来来来来，好的，来来，撬锁，真的，这个，对吗？我探索这么多遗迹，不如你卖的东西多，所以你就全部给我吧。随机家具，基础家具，这都拿走。哇，传说当中的古代科学书全在你家呀，你是收集了多少东西才收集在这里的？大哥，你的书藏在哪里啊？木桶，武器展示架。电器元件。哇，铁板。哎，我不要这些。铜。我还不信了，你这古代修理书都在哪里去了？我不信我找不到，应该是这里，藏这么深。哇，全是建材。我不要建材大哥，我就要你的那个传说当中的书本啊。好，
哎呀，我不要这个书，这还有一个这个储藏箱，这还有哇，这么多箱子啊！我看你藏的有多深。哦，果然在这里。古代可以说，古代研究，进阶的村庄蓝图，大型建筑外壳，然后以及鱼叉炮台 MK2 可以，进阶鱼叉炮台这两个可以。以后我家里要做那个鱼叉炮台。好，看看啊，现在33个古代研究书，然后这么多70多本 ，nice。我还是为什么大家都喜欢玩偷窃呢？你们明白了吗？真的是我去探索遗迹，探索了那么多遗迹，对吧？然后也仅仅就这几本。现在我随便来一个商店就偷了这么多，也是这个游戏当中当窃贼的收获率太高太高了。行，所有人跟我走，今天的这个古代修理书在蒙哥勒的任务已经全部完成，所有人出来。哦，传说当中蒙哥勒有最强的弩箭，我们过来看看。不，求你了，干嘛？这什么鬼东西啊！啊，外面有惨叫声，我右手边那里在干嘛？咯咯笑。这雾都里面有什么东西啊？我去！啊，天亮了，哇，总感觉这个雾都好诡异啊！现在天亮了，暂时没法偷，我们要在蒙哥勒待上2天，弩炮店回头等天亮去看看。我看是到底什么东西啊？这到底发生了些啥？咀嚼声、吧唧声，嘎扎嘎扎，我吃了他的腿。停！我好想过去看看。我去，这啥玩意儿？等会儿逼迫你跟大家一起走。我去，咀嚼声！这古人在拜一个人，把这个人绑在这里了。然后呢？你被生吃了，圣国逃犯。他们在吃这个人吗？先从吃腿开启。嘎扎嘎扎，哎，我去，这是先手，你干嘛？这帮人弱倒是挺弱，这帮人，这是谁？这儿有一个圣国逃跑的仆人，我们坚守下来，把他们全部砍掉。这帮人和食人族一样，特别的弱，蜂巢人特别弱。他是搞科技，但是这帮人源源不断过来吃我。我去，对，他在抓我的皮卡丘和逼扑，因为其他人都是机械人，他对机械人是不会造成伤害的，他只是想要去吃人类，然后去吃这个人。哇，这么多吗？来，坚守去掉，干他，砍他，直体横飞的重物人，让逼扑练一下。练一下基本的技能，练一下，到时候给不逼扑给一把武士刀，练一下武士刀技能。逼扑正在疯狂被砍，我去，这人都被吃成这样了，我去。好，先全部砍掉，先全部砍掉。好，来，所有人集结。我去，大哥，来坚守。我看看，这个人他已经死掉了，他的左臂、左腿、右臂都已经全部没有。好，皮卡丘把这个人开锁，把这个人先放下来。这个仆人好惨，把他扔到一边去，然后放倒。好，然后逼扑，你要不要上去？逼扑，你放心，我会看好你的。然后所有其他人站在旁边。逼扑，放心，我在旁边看着呢，你们不会有太多问题的。好，所有人站在这里。逼扑，吧唧吧唧啊！逼扑在被吃，逼扑相信我，逼扑真的。然后逼扑的韧度在疯狂上涨，这个位置只是为了让你机械飞升而已。等到熬过这一难，对吗？任何事情都是需要煎熬的。等到煎熬过，我去，等一下，所有人除了逼扑之外进攻。快！把他们砍掉，别吃逼扑了。先砍掉。皮卡丘，过来治一下逼扑。急救，逼扑正在大出血，逼扑现在没有了右腿。好，侦察员之腿先给逼扑，先给你给一个右腿。好的，
这样看起来壁虎现在有了一条新的腿，是一个奔跑之腿，他的右腿有130滴血。壁虎又在被吃，但是壁虎不要慌不要慌，我们在看着你。壁虎的左腿现在也在被吃，然后壁虎的韧度，看到没，韧性已经60多了。等到被吃光之后，壁虎已经成为一代武术家，因为武术家是韧性敏捷力量三加成的。壁虎放心，我不会让你死在壁虎。为了机械飞升，总有一天你会得道成仙，成为举世无双的存在。壁虎相信我，总有一天你要超越萨丹尼尔，超越铠甲之王，成为我方最强战力之一。壁虎现在的右左腿也被吃掉了，现在在疯狂掉血。所有人攻击目标，把他砍掉。好，皮卡丘过来，治疗壁虎，急救，截止住了。再给你一条传说当中的侦察员之腿，左腿奔跑速度加31%，装上。好，机械飞升。现在壁虎的左腿和右腿的血量都已经130。壁虎，顶住！壁虎，我相信你的血量是顶得住的。所有人，攻击目标，皮卡丘过来。打到他，先急救壁虎，先壁虎急救一下，壁虎一下急救一下。好，胸部止血，止住左臂和右臂的血。皮卡丘加油加油！好，其他铠甲之王站在这里，这还在这拜你妹啊！杰作型左臂力量加成，灵巧加成，专家型右臂打肢体，左臂右臂。好，机械飞升完成，最强战力壁虎，来急救一下。好的，壁虎现在头部有125滴血，然后他的左臂、右臂240、220，左腿、右腿回头可以换到一些更加强力的物质。然后壁虎现在韧度有87，非常的耐揍。其实皮卡丘我自己也有点想去做一下机械飞升，因为皮卡丘这里，我的左臂、右臂、左腿、右腿其实也是可以换掉，这样就成就最强武。然后把这个小头右臂呢给皮卡丘，这里失血技巧，但是由于这个床是一个8倍恢复的，它的血量可以迅速恢复。然后库存，打开那个肢体，把这个小头的右臂装上。好，机械飞升武术10，看一下它的武术加成85+10，敏捷加成115+40，还是这里血量减少的缘故。然后韧度90，因为刚才被啃了，躲闪也非常的高。好，机械皮卡丘再次成立啊，战斗之王即将飞升，铠甲之王萨丹尼尔，然后轻浮，你们三个古人的过来，我们继续去找一些机械臂啊。古人左臂，侦察员右腿，来来来，全部拿走。杰出的古人右臂，对，又杰作是增加灵巧性，但是偷这个用不了。起重机之臂190滴血，但是他捡的是撬锁和偷窃，武装伤害增加，这个可以给我皮卡丘装上 ，nice。他全部是捡偷窃和撬锁，但是不捡暗伤，主要他有55装加成，也就是后期我皮卡丘如果不偷窃的话，装上这种左臂，我太无敌了，伤害太高，增加力量灵巧，开锁，增加奔跑和潜行加潜行，我去，这稳固之臂是远程的，十字弩等等的，然后杰作的侦察员之腿拿上，回来再去飞升一下，把壁虎和皮卡丘
在医院飞升。首先肯定是要拿皮卡丘，肯定是要拿杰作的杰作型的 KL2， 右腿是潜行的，逼迫现在是武术虽然比较低，但是左臂245，右臂220，左腿150，右腿260，属性已经远远超过古人，非常的厉害。好，皮卡丘现在还属于失血击倒状态。这样吧，铠甲之王带皮卡丘看到没有，敏捷加成加44，因为他现在属于机器人，加31%，盔甲设备加20。走，天亮了，皮卡丘，我们所有人给我出来。我们现在就是继续来走了，带上逼迫。这个弩炮塔这个位置，我还想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点的弩炮。怎么天哦天亮了，欢迎光临，来看看吧。然后商店掌柜杨洋，这竟然是一个沙克人。我去，果然。射弩旧世界弩 MK2 18000，比 MK1 更高级版本，用起来更加复杂，不善于使用着很难装弹。我去，这好强啊，这大狙击枪吧，这是旧世界的专家弩。这批弩应该有3把那个金色弩箭，还有这个蓝图鹰之，对，射弩弹簧弩，4把金色弩箭。好的，可以拿到，走吧。好的，所有人给我离开。这样现在身上弩箭也有好多了，我们的皮卡丘把身上的背包可以给别人再给一点。我看看现在这专家射弩，我自己还拿了一个旧世界弩，它的这个伤害54到72，这么高吗？需要弩箭弹药常规弹药之后再说。拿了一些鹰之十字弩，哇，这个箭好，研究研究，全部研究，全部研究一下。好的，蒙哥勒这个区域暂时就已经全部探索这里了，拿到了4把金色大弩，当然有一些更加强力武器也可以在别的地方拿到。我们之后就往南部走吧，现在往南部走，一路返回阿德马克。好的，好的。哇，想如果你想想当初如果一个人的话，在这个地方，如果被这个什么，如果被这个雾人砍倒，然后绑在这个地方吃，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呢？真的太可怕了。为什么老是有这种苍蝇的叫声啊？我这几个铠甲王之弩背的这几个人又都没有那个啥，又都没有死。我这边是啥呀？迷失的。冰封西部蜂巢族，倒下倒下倒下，这谁工蜂在干嘛？蜂巢族之村哦，我来到这个啊，这就门村子啊，就个这也叫村子啊，这个是蜂巢族的房子吗？蜂巢族西部蜂巢族，我去，一个这玩意儿，我这是个机械加工厂吗？这是、啊、那边还有，我去，等会儿上去看看。Hello， 人类。哎，这是个人，外交，蜂巢机器商人，这儿能买到很多机器人。对话，让蜂巢商人店来呵护你吧，人类，给我看看你的东西。这都是啥经济型之腿？减奔跑，减潜行，减游泳，生命值也一般。哦，蜂巢族据说是学到了古代科技，但是因为这些古代科技都非常贵重，所以他都是买了一些比较小的东西啊。哎，800开币。准备好就躺在修理床当中。冰封冰封，这边是卖假腿的，全是那种机械腿，但是也太弱了吧。好，皮卡丘往出走。好，所有人继续跟我这边往这里再走。这边还有一个，这边是个商店，蜂巢族的人的商店。我去，我看看那东西啊。我去，流浪汉裤甲，皮革蜂巢背心。蜂巢族虽然他的科技永攀科技的精神我可以理解，但是真的有点，怎么说，有点太弱了。看看逼迫现在是30%，好，逼迫的负重已经够了，逼迫这边力量值也在疯狂生长，已经力量敏捷虽然差了一些，但是有了力量，有了韧性之后呢，他的一代武器之王，一代那个武术之王很快就可以冉冉之星很快就升起了，应该是我方最强的蜂巢人。好，阿德马克现在应该是来到了沙克族的领地，这个位置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像斯昆？在斯昆待了这么久，还真没有来过沙克族的王城首都呢，刚好可以把这几个食人族的大物交给他们的老大，对吧，赚取一些赏金。沙克族的老大实际上虽然沙克族属于外族，但是沙克族的老大是一个非常非常英武能干，对吧，非常强力，政治手腕非常强大的一个人，也就是说他带领沙克族在这个地方生存起来，并且成为三方势力当中比较大的一方势力，和圣国进行对抗。圣国就代表人类，沙克族的话是不排斥任何人类和任何种族，天生战狂，对吧，只要能打都是欢迎你的。
现在沙克族和圣哥都不太想敌对，但是联合城一定是要灭的，就是沙漠的那个奴隶氏族一定是要灭的。后面我会去鲨鱼村去做一下调停，让我和圣哥的关系调节一下，毕竟这边圣哥的圣骑士已经让我杀得快差不多了。铁皮人话太多，铁皮人真让人瞧不起。哎，他虽然会逼逼，但是他不会打你，这就是这个种族比较厉害的地方。来来来来来，我们去找找沙克族的国王，看一下啊，这里老大沙克王国的无敌五人组，我去，我这个人好强啊！这个人，这比司昆剑圣还要强。对话，巴彦 ，Hello。按照石魔大人所说，石魔就是这个沙克族的领袖，他是来战斗艺术的保存体力，而不是动嘴皮子，这就是我们在这的原因。你要干什么，外来者？你的脚怎么了？面色尴尬，仿佛一股绿果。我的脚对你来说那么重要吗，外来者？不是，我不该问的，不好意思。我想提出结盟。结盟？你是说沙克族不需要帮忙，他们用自己的剑打出胜仗？也就是说要结盟的话必须把圣主菲尼克斯或者重置主菲尼克斯，我不杀，因为是圣国的统治人，如果菲尼克斯杀的话，整个圣国就沦陷了，人类也就沦陷了。我这个无敌五人组这么厉害吗？你们沙克老大呢？走吧，我们去警察局。来来来来，这边有个 bug， 小峰教你们怎么和他卡 bug。 卡 bug 来刷好感。你们不悬赏食人族领袖吗？好，这是给你的赏金，太好了。然后保存40000开币，然后再和他对话，因为现在没有给他，再和他对话。还有，这就是卡 bug， 这个方式就是说，你和他对话交赏金的时候，交的瞬间你暂停，再和他对话。这里现在这个人现在还在我身上，所以还可以再交一次，再交一次就又有赏金和声望。OK， 继续对话，然后。看到没有，这样可以疯狂的拿钱，疯狂的刷声望。虽然钱能拿一次，但是声望是可以刷的。我看看我现在这个帮派的声望，沙克王国已经变到正三，我们可以继续来交。来不及。好，继续。好，继续。就这样不断的跟他对话。好，继续。对话。好，这样很快就可以把沙克族的好感都刷起来。好，毕竟食人族的大屋啊。好，看到没有，他现在在逐渐弯腰去捡这个人。好，没有捡到之前的话可以无限兑换，无限卡 bug， 无限上交。 OK， 好，他拿走了，把食人族的大屋全部拿走。再看一下，看到没有，沙克王族已经上到了正33，这就是对吧，建立食人族吃人类的下场。现在我可以，甚至我可以把他绑完，然后再去一楼再去上交一下。来来来来，老板，我又找到了一个食人族大屋，然后我们这边是不是还可以再继续来沟通沟通呢？兑换，看在街上的人，这是你的赏金，继续交，继续交，继续交。好的，我看看，沙克王族已经上升到了47点。局长，我又来了，我又来做生意了。这边现在钱只能拿40000，钱无法刷，但是声望是可以刷的。老板，我又来做生意了，老板，这里可以无限的，好，继续兑换。哎，哇，你原力拿人啊，这就拿走了，他兑换了3次。好的，看一下啊，现在。我们和帮派的关系和沙克王国已经高达85点，也就是说沙克现在会有各式各样的守卫去我家帮忙去防守，帮忙去守家。哎，这不是石魔，我去，石魔在睡觉。荣耀归于你，我的族人，正如你所知。哇去，昨天还是你是陌生人，今天就已经是荣耀归于你了。你已经和我的同志一起战斗了很长时间，皮卡丘，我敬重你。对于沙克族，你不再是外人，你是我的亲人。今天我命你为克莱尔的战士，无上荣耀的无敌战士。皮卡丘天生战狂，我去，这样就天生战狂了。荣耀属于天生战狂。然后石魔大人呢？然后石魔就不见了，我去。哎，因为和那个沙克族关系非常的好，结盟之后呢，他现在已经变成绿色。在这里的话，他们就是进城之后呢，除过买卖东西有优惠之外呢，可以去招募他的沙克族战士，甚至让他们沙克族战士去我家帮忙防守。去我的哨站帮忙防守，毕竟我这个区域现在整天在被圣国打。好的，现在成功一统这个沙克族，就是成功结盟，就是这个就是一个传说当中的 bug 打法。真正要结盟的话，必须把圣主菲尼克斯绑票回来，或者去把左手下方这片位置的红之主把它绑架过来才可以。但是我这边就相当于使用了个 bug 玩法，就是刷声玩法，把大家的声望刷高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结盟，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玩的玩法吧。
行，那下一期呢，我可能就去真正去结盟，就是不一定是这样玩，真正去结盟，去这个位置，去大要塞，去终极要塞，去这片区域，去看一下虫之主，去把虫之主绑架回来，交给石墨，形成真正的统一。那下期再说吧。行，那今天的时间差不多，今天你就先到这里吧。嗯，行，那今天由小峰带给大家这款非常好玩的皮卡丘的冒险人生，看是呢也在这结束了。那我们就是下期再会喽。嗯，大家拜拜。更多精彩视频，搜索逍遥小峰。如果喜欢的话，不要忘记点赞关注哦。